本周即将迎来六一八购物节，李周快报为大家整理众多知名品牌的超杀优惠，不论限时两折，买一送一，通通有。这集小资省钱攻略，你一定要存下来。超杀优惠一，优惠下杀两折起，点数回馈最高18%。7-Eleven 电商平台爱预购即日起至6月30日，专柜美妆保养、国际精品包款、3C 生活家电、生活用品等上百样商品限时限量优惠两折起。另外，购买指定商品消费满1200元就可享6% Open Point 点数回馈，部分商品另外再加码12%，最高现赚18%。超杀优惠二，指定商品买一送一，再送200元购物金。全家 App、全家一商城首度加入六一八购物节，全家便利商店除了推出3档免运优惠，同时加码即将去活动。即日起，全家会员于 App、全家一商城消费1元即可累积1积分，满1000积分就可以兑换200元全家购物金，每位会员限兑换3次。超杀优惠三，限量最神券，用618购入1万元商品。全联线上购今年也推出六一八荷包解封版优惠活动，即日起就有超过50家品牌联合促销。6月17日起至6月20日，消费每满1000元就送800福利点，还有每日中午12点、晚上8点限量开抢今年最神券，获得折价券即可用618元购得1万元商品，数量有限，抢完为止。超杀优惠四，1元就能吃到麦当劳蛋卷冰淇淋。每当有购物节，虾皮购物各种活动优惠都是众所期待的。这次618购物节，虾皮更是不会让你失望。新手麦当劳、星巴克、不要对我尖叫、功夫茶等10大知名品牌推出冰瓶手摇椅下杀1元起优惠，只要1元就能吃到麦当劳蛋卷冰淇淋。星巴克大杯双果果汁新冰乐更是100元有找，优惠价99元就能喝到。超杀优惠五，5折优惠享用麦克鸡块。此次购物节，麦当劳除了联手虾皮推出蛋卷冰淇淋优惠，也和外送平台 Uber Eats 合作。即日起至7月5日，期间只要在 Uber Eats 上点购麦当劳4块鸡块，就享第二件5折优惠。苹果派也有买一送一优惠。另外，点购麦当劳餐点，输入优惠序号“麦当劳独享”，就可享消费满350元85折优惠，单笔订单最高折抵60元，每位会员限使用2次。除了强强联手，麦当劳也于自家麦当劳欢乐颂网络订餐平台提供优惠，即日起至7月5日，于购物车页面促销优惠码处输入优惠码 WINGS。还可享金辣香鸡翅、酥嫩鸡翅、苹果派产品3选1，买一送一优惠。超杀优惠六，买5送5，让你大口吃鸡腿。外皮酥脆、鲜嫩多汁的拿坡里炸鸡专卖店战斧鸡腿再度回归啦！即日起至6月30日止，购买5只战斧鸡腿，原价445元，现在优惠特价只要399元。除此之外，再加码赠送价值100元的5只原味胡椒鸡翅，让炸鸡控们鸡腿、鸡翅都能吃得到。满满的超杀优惠，绝对是身为小资族、外食族的你不容错过的省钱好机会。记得存下本集攻略，先看好想入手的品项，把握优惠期间，赶紧抢购一波。想知道更多时事资讯，记得订阅理财周刊 Plus， 锁定每周二、周四中午12点准时更新的李周快报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